朋友来到股海大丈夫现场，我们邀请到的是永诚国际投顾陈建成分析师。建成老师好。大家好，中国观众朋友大家好。今天是4月27号，我必须说，哎，老师今天又戴上墨镜了。你昨天爆料爆太猛了，被人家 KO 了。怎么可能，老师，你的咏春拳法可是利落着呢啊！好了，我还是要讲正题了。这个月其实4月份，费半是连续崩跌了一个月耶。对，台股到昨天呢还破13000呢。对，外面是哀鸿遍野，大家是风声鹤唳啊。但是陈诚家族可是幸福着。老师你说的，养一份静气，多一分财气。对，所以大家都知道，墨镜戴起来就是太闪了。没有，讲得太准了。哎，真的。所以你说我们陈诚家族讲得太准了，这不是只有讲得准而已啊，个股更是开心了。好，老师，您的养一份静气，多一分财气，让我们家族成员很幸福之外呢，老师这两天一直在给心法，利多来时满江红，利空来时面生青，惆怅股市多空扰，诚诚看得几清明，戴上墨镜一样看得很清楚了，大盘看得可清楚的。叫你养一份静气，你才能多一分财气。你这两天去杀股票的，嗯，看到今天我说要杀哈，我告诉你3月底荼蘼花开花事了，嗯哼，那时候你就要杀了，嗯，那时候你就要出了。是啊，艾普那时候老师都提醒。结果你要看到费半，嗯，对不对？跌跌跌跌跌。哦，你现在嘴巴闭得很快哈。我们前两天哦，有人，我们节目一下哈。就有人跟我反映说，老师可不可以要求你换主持人？我说为什么？我说我这不是选秀会，你是嫌我们甜心长得不够甜美吗？不够高吗？还是怎样？太丰腴了吗？啊，我们甜心很热心啊，就是他会帮我补话，对不对？然后他会帮各位问问题，他问我答，哦，所以前两天因为大盘跌，大家很紧张，想要听清楚我的看法。对不对？然后就我说为什么要换？他说哈，因为他一直插话，话太多，所以你现在我现在都不讲话。你现在反应快一点，我话还没讲完，赶快接，赶快嘴巴闭起来，让大家把我话听清楚，好不好？好啊，你有反应，我会认真去面对你的提议。好，所以你讲了哈，我就叫他乖一点，好不好？不要随便插话。所以表示忠实的观众对很认真在看我节目，没错，对不对？那这是好事。老师，请说。那你认真看下去了，这两天你没有去砍股票，我救了你了吧？嗯，对不对？来，你看一下，你们都知道记忆体前一波我是不是带各位做微钢、陈盖，对不对？嗯哼。好，你如果不知道我下车了，嗯，你这两天我叫你怎么样？养一份静气，多一份福气。我们不是80块下车，对不对？有，很漂亮，68到88，换另外一档，对不对？嗯嗯。好，那你如果没有，你如果跟单的，或者说你就跟着投信操作，然后投信拉上去你没走，又被他砍下来，都回档那么深，杀的那么急，我说哦，千万不要跟人家去做急杀的动作，不然为什么我昨天要告诉你说，利多非时满江红？利空来时面生青，惆怅股市多空扰，陈诚看得几清明，无常是常态。因为无常是常态，一下矽谷银行倒闭，一下第一共和被挤兑，你如果是用这种心态，对不对？在恐惧中去杀股票，你永远都是怎么样？于是韭菜相对低的。好，你昨天不砍，今天来砍，那会差多少钱？我们看一下微钢，3260的微钢。好，这也是陈盖股之一，当时从6字头到8字头，老师都是直接开牌的，让大家都可以感受到我们会员朋友的幸福，一起来见证到了这一波微钢拉回来。来，但是你看今天的强势表现，3.8块，哎，今天又大涨，哎，10张38000，嗯哼，那你这两天去砍低的人，嗯，哇，情何以堪？嗯，你要是在昨天看到大盘破底，为什么我讲这两天？嗯。就真的是这两天啊，嗯，其实严格来讲不是这两天呢，其实这一波老师我就直接用今天的收盘价，对不对？嗯，我们帮你数回去，对不对？昨天，嗯，1、2、3、4，五，一个礼拜过去，换句话说，这礼拜你只要去砍微钢的人，你都怎么样？吃闷亏了。嗯，为什么？因为今天收盘价，嗯，收复这五天的 K 线，对不对？一红吃掉过去五天，1、2、3、4、5嘛，一红吃5K 嘛，嗯哼。所以这礼拜你只要去砍，连上礼拜四、礼拜五，嗯，你去砍的人，你都怎么样？你都吃闷亏了。嗯哼。所以
你去砍掉了，你有没有巴不得怎么样？这礼拜都不要看股票，不是这礼拜都不要乱看节目，被人家恐吓。嗯哼，有没有？嗯哼。好，这是威刚哈。是。其实哈，不止威刚强了。其实前两天我们就要跟你讲记忆体了，但因为实在时间有限，你如果到我的 YT， 你可以看到整段完整的。但是因为中视只有25分钟。加再加上广告，我没有办法讲很多。好、嗯哦，为什么？我可以告诉你哦、嗯，这都我前几天的投影片嘛。而且很多的新闻是来不及跟大家分享的。老师解新闻非常厉害，你今天订阅 YT 频道，老师帮你解新闻。我前两天、哦、我都准备好，我要跟你讲这个什么？嗯，你看，这都是我前几天准备的东西、啊。是，没错。然后包括一些新闻议题，老师中美晶片大战，嗯，对不对？哎，我们中视有讲到哎。又带了一下下，昨天吧，是叫大家拍起来，有啊，我想到了，嗯，有截图，昨天有叫你截图，嗯，对，哎、欸，怎么这么巧啊？啊，你昨天才叫你截图，今天就大涨、欸，今天记忆体、哦、有没有？你看看晨晨看得几清明啊，老师看得很清楚。我昨天是不是用一点时间赶快给你这给一张？是昨天还是前天？一分钟时间，前天，前天，前天一分钟、啊，因为昨天时间很短嘛。我靠，哎、欸，好准哦，老师真的是。有看节目、认真看节目的人都有红利啊，所以节目要不要订阅起来？真的，赶、哦、快订阅、欸。真的是前天哈、哦，对，小老鼠、哦、H I H 888，因为我昨天比较清楚哎、欸，对，因为昨天时间很紧、啊。来，前天大黑 K 那天大黑 K 那一天，嗯，有没有？是，哎、欸，人气我取啊，老师的心法，哎、欸，真的是哦，真的。免得请中视帮我们重播那一天，我会去把它抓出，我们叫大家截图嘛，对不对？对，我会去找出来。因为我突然想起来了，是没错，对啊，嗯。那这样就没有什么好讲的嘛。既然前两天都已经跟你讲这，我还想说我们时间太短，没有讲到这一章，完整的解释，没有完整解释解那个新闻。但是我是很快跟你讲说，这个中美有没有？嗯，因为我们那一天的说图还在告诉你说，嗯，这个中美贸易战有没有？然后怎么样？渔翁得利有没有？渔翁得利。所以如果你那一天我告诉你说渔翁得利受惠股，你把它截下来，别人看是利空有没有？你去杀，因为要对付这个韩国，就是说，因为要对付中国，嗯，所以他让怎么样？嗯，美国可能也会不让韩国买，嗯，对不对？不让你买韩国，不让中国去买韩国的，嗯，那大家就影响到说完蛋了，那我们台厂也会被美国要求不要卖中国，所以机体也在杀，嗯，对不对？我告诉你，我的看法跟人家不一样，老师的眼光不同，对不对？老师看的是，哎，你当我们台湾人是吃素的哦。我们跟对岸虽然现在的当家，嗯，我为什么讲当家？因为谁当家？我们跟对岸的关系就是分分合合嘛，嗯嗯，谁当家，嗯，谁就分，谁当家谁就合，嗯，对不对？但是你们书要读通啊，天下之事，嗯，怎么样？分久必合，合久必分，《三国演义》第一章就这样跟你讲啦，对不对？嗯。而且老师还告诉你，其实从过去2018年中美贸易战就你不要看我夜市长大，我不就这样拼经见中了吗？是不是？老师的智慧，《三国演义》的你们都会读嘛？嗯，啊、会读要懂得拿来用啊。嗯哼。那万一下一任合了怎么办？我说万一哈，我没有给你做预测哈。OK， 好，对不对？老师是从那个之前的中美贸易战连接到这一次，你要找美国一直要挑拨离间嘛，你们都很清楚嘛，嗯，对不对？要大家选边站呐、啊，我跟你讲，聪明的政府不会选边站呐、啊，选有利的一方站了、啊，对不对？嗯，两边都不要站，站中间就好啦，有利的地方站。为什么这样讲？我的节目在中视真的。20分钟，25不够讲，因为我们在 YT 1小时哈，因为我的全天下，我纵观全球趋势啊，你有一个分析师，你要纵观全球趋势，才有帮你怎么样，带你怎么样，富贵稳中求嘛，你不会随便被利空给洗出场的嘛，对不对？没错。最近不是瑞银，嗯，瑞信对出事，对不对？嗯，你知道为什么出事吗？嗯。瑞士哦，这个国家从二次大战一直都是属于中立方呐、啊，嗯哼，对，对不对？嗯哼，为什么乌俄会发生战争？本来乌克兰跟俄罗斯是，虽然苏联解体之后，可是同本是同根生，对，对不对？嗯，结果怎么样？那个泽伦斯基受到美国的挑衅啊，干嘛？给你碰一下，碰一下，干嘛？加入北约啊，哦、对不对？唆使他加入北约，俄罗斯毛了，为什么？
因为本来你跟我中间还有一个防线，乌克兰在中间，跟欧洲还有一个防线隔个乌克兰。你现在加入北约之后，你要干嘛？飞弹直接就放在乌克兰对着俄罗斯，那我不打你才怪嘞！你要从这个逻辑来看啊，为什么？因为从俄罗斯的本的国家的地的位置来看，我要保护我啊，那很正常啊。那你现在加入北约，那我先打你再说啊，是不是这样子？你不能从美国角度看嘛，你要从俄罗斯自己本土的国家安全来看啊，对不对？我相信中式很多都是军人退伍的，你应该懂我在讲什么嘛，对不对？老师，那现在一样啊，瑞士啊，对不对？中立国。然后我们要讲我们的，现在要讲到这个来，好，花一点点时间了。瑞士，瑞士本来是中立的，对，现在他不中立了。然后呢，当初因为他中立，所以有钱都把钱放到瑞士银行去，对不对？就你现在不中立啊，你还帮助美国去怎么样？调查有没有人把钱放到你那边去？嗯哼，所以发生什么事？你既然要查瑞士的户头，那我就把钱弄出来啊，弄到哪？弄到新加坡去。现在你知道为什么瑞士没钱了吧？对，所以你看新闻不要只看表面哦，瑞信怎样怎样？瑞信是因为他选错边呐，好不好？底气来自于这里，所以老师的专业来啊，老师的专业。我们台湾人没那么容易好欺负，为什么？我前两天跟你讲说不要怕，我还把，我大标都写出来，中国进美光台厂受贿，新闻是跟你讲我们台厂会被连累牵害，我反而告诉你受贿，两天前你不相信，来今天的微刚长给你看了吧，你相信了吧？那你两天跟着新闻去砍记忆体的人，那我只能说很可惜，你看错节目。你看我的节目，你不会去砍。你这今天微钢的三块半十张38,000，你赚到了。你就算没有低阶，你没去砍低的人，那你还是赚到啊，我还是救到你啊，有没有？好。看对节目很重要，选择比努力更重要。老师解给你听的是外面你听不到的，所以我之前告诉你这一章嘛，会分析大盘不代表就会操作个股嘛。你看到大盘在杀，你去砍你的个股，完了，完了。完了，就这么样子啊。嗯哼，所以选择很重要，真的很重要，对不对？好，那我们回过头来看今天的新闻喽。老师今天又看到了不一样的东西。昨天跟你讲广积粮高筑墙，今天真的救股民有没有回来没？救到大家，有没有救到你了？有。好，那也是心法，心法哈。好，那我们今天来看一下，老师其实今天在新闻当中又有看到了不一样的内容，跟大家分享一下。来，一样是美光，对。前两天我跟你讲受惠是本来美光的利空，现在又是美光的利多，搞什么啊？所以啊，现在美光说我价格不要再降了，然后神送也不要降，其实大家讲的都不要降，然后今天半导体就股降了，前两天才利空，今天又利多，那你发现你现在发现了吗？你现在知道为什么我会在昨天讲心法给你听，然后还把那个心法告诉你。利多非时满江红，利空来时面生青，惆怅股市多空老，看得几清明。清明无常是常态，无常是常态。对，忽多忽空，使人疯，财富缩水，台北股市中，有没有？是的，心法真的把它记起来活用，那当然我们的家族成员有老师直接保护，直接讯息照顾，这是最幸福的啦。你也可以成为我们的一员，小老鼠 HIH888 啦。好，这是心法跟大家分享。每次利空的时候，我就看到一堆分析师开始有没有出言恐吓大家的时候，我看了真的很难过，我很想去揍那些人，你知道吗？我真的很想帮你们揍那些人。你去年10月有没有被一堆外面的那些分析师或者财经名嘴恐吓你的，害你把股票都丢出去的，有没有？去年一整年都是啦，因为去年大空头，你把你的股票丢了之后，他的生活照过啊，他照样一张嘴在那边东讲西讲啊。可是你咧，你的财富，你的财富怎么样？付诸东流啊，没有人会为你负责任。恰似一江东水，春水向东流了。真的，去年一月、六月、七月、八月、九月、十月，多少的利空，满天的利空。所以我跟你讲哈，节目不要再乱看。我昨天跟你讲 M31，是啊，我们当初怎么做的？我说我的股票
只有能报不能报，报得住，对，后面大波段，大波段都是你的，没错。昨天跟你讲 M 三幺，你看我去年，一样在七月最差的时候，对，我怎么带你做精华的？导播帮我重播，来精华，有图有真相，是我可以拿出来印证，请看一下这边，来。这个是最早我们在四月多买的哦，对不对？嗯哼，来，你有人从四月做到七月来，到现在还在亏的，有没有？但是你看我们这档精华，今天173对不对？对。你说，哎，老师，今天173，你是17，你是第一批带会员买175.5，你没赚啊？那你错了，他除多少？除12块了，他除12块了。对，所以你股息还回来，挡赚了。对啊，当时精华怎么样？精华资金从哪来的？新唐，看到没？175，我们在当时新唐的资金出来去买精华，结果哪一个比较稳？当然精华比较稳，因为新唐后来你看到没有？因为后面半导体整个杀下去，对不对？对，你看我们怎么样？新唐赚金换精华，钻石班的是你跟着我牢牢抱好的，对，你闪掉这一波新唐下去，然后怎么样？赚到精华的再让你赚，你看现在的新唐，看新唐，新唐在过去六七月其实是很惨的，好看到了吗？对不对？四月好，哇哦。是一路向下。我们新唐什么时候出？这一波弹上来，这边出掉，我们在这边出掉，就是这一根量出掉，来，精华让你抱到现在。是，但是新唐，如果你是持续新唐从那个时候一直到现在的话，差多少？所以这就是把石头换钻石的道理。好，这边刚刚看到的新唐换精华，后来精华后来进来的会员，再继续买，你已经是除息过后了，除息过后161，有没有？那我们不是清代有买到161的？有，我们清代前后二有人买161，有人买163 165 166都有。OK， 那今天到了173了。来，方向对了，努力才有意义，是不是？你做错方向，去年六七月谁哪个分析师在带你做精华？没有哎，就跟二月三月我让你去做金拓科买起来放的时候，谁在跟你讲金拓科？没有哎，我做精华的时候，我不是照样被人家酸？没关系啊，我让你酸啊，我让我会员赚到钱就好啦。事实证明，精华在去年的下半年。160、170、180一路飙到今年年初360、370，对啊，一张200,000，再加12块的股息，多幸福，有没有？然后呢？那现在精华，300多块再回来做一趟新唐，三月好亮啊！三月新唐不是我要再带你做一趟吗？集团这一趟的新这一次的精华新唐，我们从。货柜三雄，你去做200块的时候，我再带你买50、60块的新唐，一路做到200块，中间做了几趟。这一档新唐，我们在完胜好几次哎，但是你的货柜三雄从200块一路爆到现在60块。从2021年哦，就是这一句话，方向对了，努力才有意义，跟对人，你的格局才会不一样。跟着蜜蜂找花朵，跟着苍蝇。找什么你自己想，好，好不好？来直接加入我们。我要先进广告哈，大丈夫心法哈，技压群雄啊，逞成一生不弱于人。所以你要跟什么样的分析师？我已经跟你讲过了哈，你过去的失败不代表未来的失败，过去你看错节目跟错人，那怎样？人生的前半生哦，前半场没有对跟错，只有成长。所以我要邀请你，我现在。母亲节特优专案，国民车的价格给你有超跑，千万超跑的尊荣服务，经济舱的价格给你
头等舱的尊荣，好不好？没问题。利用广告时间，我的班我只剩两三位了，我已经跟你讲，我不收很多，因为我要把品质顾好，你才能有什么头等舱的尊荣嘛，好不好？利用广告时间，电话直接拨过来。没问题，你想要享受到像超跑等级，想要享受到头等舱的一个尊荣，直接加入LINE群组小老鼠 HIH888 或拨打广告中电话，赶紧卡位最后名额喽。来。我昨天是不是跟你讲车电概念股有没有？我说你要利用它跌的时候来买，就好像如果你前两天机体对不对，威钢那一些的在跌杀最在杀的时候你去买，这两天你赚到了，有没有？当然这是短线啊，我要给你的不是两三千块的幸福，我要给你是一张十万二十万的幸福。是这一档车用概念股我已经跟你讲很久了，好，我喜欢带你买什么？山头斜照雀相迎，对不对？好，过去呢，你们很喜欢坐这种地方嘛，右上角这种地方赚个两三千块一套，五六万两三万，有没有？我说你赚两三千，你被套两万，哎，两万你坐两三千，你要坐十趟才赚得回来，所以是跟你讲不要做短线，好吗？来，现在照这种地方了，今天它涨了。很强哦，那他为什么会这样子？我超喜欢怎么样？买怎么样？外资砍完的股票哦，投信砍完的股票，为什么？对不对？干净，因为他砍完了，他会回来帮我们买啊，对不对？你去看这两天，股票在杀很凶的，都是外资千张千张砍，不是吗？投信百张百张千张这样砍嘛，对不对？对啊，好，所以拉是谁在拉？拉也不是你跟我在拉，也是外资在拉，投信在拉，对不对？所以我超喜欢他们砍出来的股票，为什么？低接砍完，他就会接回来，对，对不对？不然你就看那档励志，这几天谁在砍？不就是外资吗？哎，昨天这两天投信还在砍呢，你们觉得很莫名其妙？我带你买励志的时候，他不能买，对不对？我上次带你买，不就是外资砍完的时候？对。后来两千张，两千张帮我拉两根涨停。对。好，现在不是又来了？所以一样啊。懂。你要跟我做这一档。了解。好，车电股、哦欸。不要等他像四月初的励志跟金拓科又飙两根涨停，你才要来哈、懂。好不好？好。我很有把握哈、这一档一张，随便就是怎么样，五万十万。哇哦。一百多块的股票。哦、很简单啊，机会在你手中哦，赶快加入 LINE 群组，赶快跟上脚步喽、好，我东西太多了哈、没有办法让你一样看完好，最后会员哈、去年年初跟到今年，金拓科一直买，早上跟我分享，赚十三万多，幸福。跟着老师慢慢变，你要不要？来，还是一样，这个留给你，好不好？赶快把握住哈！你享有是这个国民车的一个价格，但是可以享有是顶级超跑的一个尊荣服务。另外呢，你想要拥有是头等舱的一个服务的话，直接加LINE了，小老鼠 HIH888，广告中电话直接拨通。再次感谢建诚老师，谢谢各位，让我股海大丈夫陈建诚带你富贵稳中求。本公司与分析师所推介分析之个别有价证券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，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，投资人应独立判断审慎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。